哎，我在高山，刚刚回来，刚刚回来。回到嘉义了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回来，哎，你好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楼梯，小心楼梯，好不好？小心楼梯。没错，我们要回到恁这个嘉义的厝外景，出外景了，掌声，耶！一下这个嘉义街头，大家就闻到这个鸡油香、火鸡香、火鸡害怕的味道。那个男人回来，你还吃火鸡啊？你各位啊，2024年了，嘎哥还在拍鸡肉饭啊，拍不完啊，厉害！我跟你讲啊，最近呢，我发现哦，很多人在抱怨哦，嘎哥以前爆的一些这个火鸡肉饭好吃哦。假日都要排队，不是什么连假哦，对，周一到周末，莫名其妙。假白掉。那天有人跟我说，哎、欸，礼拜，你说哪一家好吃？我说我都去吃什么什么，然后说可是我都很多人呢。我说对啊，我也吃不到。尤其是阿红塞啦，哇，真的是不用排成这样，先排个不得了啦，要排队排到外面，不行嘛。我要介绍，目前为止跟你讲。口袋名单呐、啊，啊，还有口袋名单，你有几个口袋？口袋名单而已啊，乖的，不是在地 YouTube 翕不出来，我在开玩笑。哦，啊，网络我咧查袂到的啦。好、哦，这位被嘉义的乡亲骂哈，不知道谁赢。哇、哦，大哥又是你。没了。今天嘎嘎就要介绍几家哈，在嘉义是目前一样好吃，然后今天是在地，而且是还不用排队的。火鸡肉、哦、还不用哦，呀，第一间出来吃就是阿红斋，大家拢知啦，对啊，也算是名店了啦，市区有两个分店嘛，嗯，澳征完了我还得搬，你知不知啊？古人过军辉桥这边，其实离市区大概5到10分钟的车程而已，也没有很远，5到10分钟很远，好不好？我今把 Google 嘉义市中心那把，搞到找人精啊！你这边排队。绝对超过10分钟、欸，而且好停车。对，因为那个什么阿红是在那个在文化路里面，是在那个很难，那个好难，基本上是没得停车。开来10分钟吃饱回去，那边还在傻瓜在排队了，还在找车位，还在找车位，还在找车位，傻傻的来得跟这要问得盘了。好嘞，嘉玲也不知道吧？嘉玲混西区的啦，我真的没来过这里。东区的啦，这个可是这个应该很过来的呀，除非你住这里，不然怎么会来？很不。这里很不熟啊，宰的一个塞啊，一模一样，这不是仿的，是康曼一模一样，就是那只鸡哦。吃饭时间，我们现在几点？12:50。哇，明白对。还没到结账了，对。50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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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对啊，所以它很符合外县市的口味，是的。然后在这啊，外县市拢改，哦，是啊，还没拍完，还一直来，一直上菜。然后要配个这个啊，荷包蛋，蛋。哎呀，绝对要弄破了，绝对要破了，对，绝对要破，绝对要破的。哎呦，然后暴风式。吃起来就很好吃。吃饭时间来，不用排队。十分钟过来的啦。不用载的。花个十分钟开车过来可以。过来，住附近的人来了。住西区还是东区的，可能不知道。过个军辉桥，好增加好几间，很多在地人还不知道。我是报给在地人的。报给。所以游客不要来，游客不要。讲台语了。对啊。那载的哦，过只固定桥嘞，他就搞。讲台语啊。哎，就载的啊，要两百天。哇，这个观光客要被踩死啊！人家给阿爸啦，人家没有呢，搞踩。来就加一个，不行再考。丢人现眼，你再给我干什么？你给我加胡椒！我老婆都说要加胡椒。你们西区的吃法，我叫你懂吃吗？你才爸没有，他的身材不懂吃。为什么要加胡椒？加上去之后把那个蛋黄要弄破。那是你们北部的不好吃，所以才叫加胡椒调。我们就是够好吃的，不需要胡椒盖掉那鸡的香味，蛋就拿掉。
玷污了这碗鸡肉饭。鸡肉饭加什么胡椒？你要搅拌。要搅吗？对，那个咖喱饭是不能搅在一起派的。鸡肉饭为什么要搅在一起的？为什么？你不搅在上面就是白饭，下面就很咸。那你在吃什么？你们不弄在一起，它味道还重啊。我那个哦，哎，你看这咸嘛，管那么浓郁，这个不对嘛。但是你咖喱饭可以去调整，味道不够，再多加一点。鸡肉饭你没有办法。你喜欢听吗？我鸡肉饭博士的话要边吃，他吃白饭也很。结果你还是没有办法。朽木，我搅了，我搅了。朽木。但是我是完全不搅的。啊。因为我饭通常吃不完，所以我都只挖黑黑的地方吃。你就是布丁只是焦糖的部分。对。中有味的，有咸的，啊无咸的当然就我加了，对啊。因为这两个要死啦，谴责。选择绝对不能加胡椒粉，因为它已经够好吃了。晚上继续吃啊，赶快这条路啦！啊，李贝，李贝，李贝回去等你播。等你播音啊，是。哦，哈贝贝去忙了，是不是？来，这间你后生搁较过来一挂。我们离早上的阿红待很近啊，前面这个阿辉，3.9颗星哎，他从小开到大，但都没吃过。但没吃过，这老店啦，他的那个招牌都已经。斑驳了，真的是开久，这看了好吃，免排队啊！看，现在吃饭时间哦，6:30哦，也不用排队，免排队哦，拢在地人去吃，会客满啦，哈哈哈哈哈，人家生意好，吃饭时间客满，要不然光光客就拢在地了，在地人吃，一碗30尔，爱鸡卤饭，你爱鸡卤饭，加一点鸡卤饭就可以，日暮一汤好不好？好。哎呀，不是说不饿呢，看到就想着，喝包蛋被嘎姐了，好不免吃了，好不好？有脚，脚，脖子说要脚，你给我拉，你给我拉，你那个胡椒粉给我收起来，你找你赞呢，哎，你碗鸡卤饭嘛，找你赞。那个肥肉，你那个肥肉，我有看到那个肥肉，就是啊，那个肥肉超油亮。阿辉今天晚上跟我们讲过，那再看就送了。那就是这个鸡肉饭，主要是鸡油香。老板娘，老板娘，老板让你吃。哎，晚上来还有这个哦。加油。原本不饿的。好香哦！我是鸡油派的，怎么样？中了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卖哦，减肥减肥。明天再说减肥是明天的事。根本不用什么胡椒粉，好好吃哦！再加点一碗，你自己再加点，因为你们要吃完了。我还需要啥东西？对，这也是李飞会喜欢的。你看刚才咱们打吗？嗯，鸡油的那个。哎，你已经快吃完，我们都还没。我们小菜盖早花了嘛？你就自己切一盘肉，嘎嘎切的一整片鸡肉饭，哎，鸡肉片，鸡片饭。片活的，好鲜。太 Q 了。嗯。太 Q 了，它肉很。好厚哦，好好吃。哎，你这你怎么加这样的吧？我加的。哇，那我处理哦。好。你不要这样处理啊。你这样很懂事。哈哈哈哈哈。你昨天玩礼服，今天带礼服。没有问题啊，这个。特调的酱。他根本不用。都忘记荷包蛋。下一碗。下一碗了吧。很好吃，很 Q 很嫩耶！而且屏东也没有这个价格。台湾的贵家军辉桥哎，多10分钟的车程，可以就可以吃到了。我是讲在地人吃哦，哎，观光客不要来。这个大哥，你马上纳入口袋名单。哦，很好吃。那你这个鸡卤饭大师哦。哦，他卤肉饭好吃哦。就是，所以讲不用加梅卡，不要梅肉他们做的。它有那个香味。卤肉饭，卤肉饭。我可以再点一碗吗？
好好吃哦！而且你还没有加那个鸡肉，你还没加那个鸡肉。哇！来，大家这鸡肉，来，大家这鸡肉。来呀！哦！哇哦！你看，你看啊！怎么了？严重？啊！我们加块椒，加块其他饭哈。无菜要加玉米须，要得你莫唔知几斤哦？可能。西区，他是西区人，他不知道这边。好 Q， 好 Q。一样的，帮我画加一碗，真的，加一碗，我真的加一碗。鸡脖呢？这个哦，晚上还有面试呢。老板知道我们要来，特别留给我们的。里面爆浆的豆腐。豆腐啊。爆浆啊！它有个腥味啊！没有，没腥味啦。真的透早开始在中岛做这事吧。哎呦，真的。第一次吃到。好久没看到那种70块无刺丝木鱼汤，台北120，平常都吃不起。那天不上海买。对。而且是大颗，好鲜呢。无刺就是。哇！哦，好奢侈，好奢侈。挺好的。哇！老板。啊，不客气的。哦，新鲜的，我敢吃。这个你可以啊，不要来吃啊，这边时间太远，算了，不要来。哦，又不好停车，不好停车太远，真的不好停车。我们刚找好久，不好停车，我要被骂了。还有马赛克，就说是嘉义蔡先生推荐。嘉义蔡先生，帮我上一下。你在干嘛？来了。准备一下，等下，我们儿子要画画的工具啊，来啦！确定要让他在这里画画？没有问题啊，不用怕啦。跟你讲，大哥啊，为了这整个家的素雅啊，干净整洁啊，来，厨房一块台面有无？那个做啥？赛利斯。啊，咱这块嘞，中岛这块台面，餐桌这块，西班牙地通石，听到没？地通石是啥？地通石的两大优点：耐高温、耐刮磨，好清洁、好整理。来，这块有无？你看，使用率这么高，有没有？彩色笔小 case 啊，恁那会个小，那会个小嘛，免惊嘛。你那些煮完的汤锅，有无？铸铁锅，不用隔热垫，直接放下去就好啦。耐高温啊，看到没有？还没有这个，来啦，现切水果，来，我看到。是啊，现切火龙果，火龙果。耐刮耐脏。我是想说，那个吃的东西直接接触这个台面是可以的吗？好，明天。你除了耐脏、耐磨、耐热之外，它还有国际环保食安认证啊！你就要选有这种合格认证标章的啦，食材在台面上处理都没有问题的。地通石台面哦，根本是什么大型砧板啊，很厉害呢，干干净净。哎，那我建议哦，我们把家里的天花板啊、墙壁啊，全部换成这个，就不怕小朋友了。可以，全部都换，家里全部天地壁全换，那预算会太高哦。哦，没人会安尼换啦，笑的哦。来，最后一间啊，最难来是吗？哎呦，看起来就知道是不同天拍的哦，太明显了吧？怎么少一个人呢？他先回台北，吵架了，又吵架，又造谣了嘛？套炸被店，八点，哎，那么多人，这么早上啊？这个嘛，嘛是你熬增加的哦，军徽条款的，其实正在，就都介绍了这三间。就是在这附近，那鸟争军徽桥过来就到了。菜奇亚靠，这间非常难能吃到，为什么？早上限定，你看中岛了没？给他中岛了没料？对，我们上次没办法拍，就是因为对，特别在挑另外一天早上来吃老店，哇，那介绍都要被骂。财富自由啊，小菜自由啊，早餐吃这样还蛮开心，想点几盘就点几盘，舒服啊，舒服啊，15块，合理啊，这才是正常的物价嘛，正常的不正常，鸡腿饭，你什么脸？哎，这么大碗，什么脸？我没吃过，我妈没吃过，哎，我们多一个。哎，这是他好把简历赶好，然后带他叫他男朋友来，哇，这碗鸡肉饭，2块呢，鸡腿饭2块。第一次来嘉义吃鸡饭，那你要教他怎么叫板鸡
而且他说他印象中的鸡肉饭就是很柴，所以他完全不会点，他都点鸡卤饭。干嘛？你说嘛？那个肉如果不行的话，就要靠那个卤肉来，对，来配它才有办法。因为它的鸡油、它的酱油全都在下面，不要这样搅拌。它肉是嫩的。废话。那就打没哦，那菜其他靠吃筋哦，打没，舒服。这好便宜，这25不，它分量不小。味道一样吗？嗯，鸡油香好赞，是这样鸡油香。哇，嗯，它是汁就是酱多湿湿的，这我喜欢。而且酱多，但是它饭不会烂，我喜欢，而且不会太咸。嗯，因为有的饭会太烂了。对，这个是嘉义鸡肉饭，我觉得厉害的地方。它有很多酱，但不是咸。然后它饭本身都是好吃的，这盘才50，我就光啊。欸，那这一间，这一间价格很薄哎，很好吃哦。你说你平常吃？对，我是说我平常不太吃饭，我把肉吃硬，但它的肉饭就蛮好吃。你赶快把我减量成本。抓到，平常就是这样。平常这样，然后饭给你，然后肉，一刀未剪，一刀未剪。干嘛叫 Jerry 吃？只有饭钱。饭。对，很好。对，嗯，吃饭。香不香？他可以光吃拌饭，可以点鸡油拌饭。这一集这样的，不能再三间的，我留一点口袋名单啊。好，不然怕自己吃不到。有点困扰。其实你那个市区里面在排队的哦，里面等哦，等一小时，一个多小时。出来。真的就多花一点交通時間，多10分钟的车程过这个军辉桥，就在这个嘉义市的边边，这个鳌庄家哇，在地行啊来就在这边，而且真的很好吃，赞，因为再便宜5块10块，对，有钱都可以，有钱都划算，对，还省又不用排队，又省时间，可以把剩下时间去玩，讲讲，不要讲太多，不要讲太多，那这集介绍给嘉义人。对，给家人看，不是家人不要看啊。啊，就这样，好，下一集见。还想知道的话，下一集再看。啊，不是说。好好。就这样。